基隆市议会议长彭志伟亲自开关玻璃门，体验最新式真空玻璃，比起一般玻璃更能够直接降噪30分贝左右的隔音效果，同时也亲手触碰真空玻璃的隔热效果，相当惊艳。完全没感觉。它目前已经在42度，里面是42度，里面是42度，在外面说没有感觉。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专程到大武仑工业区参访，被童子伟称为基隆冠军企业，专门研发生产各种建筑使用最新式玻璃的元璋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元璋生产的玻璃也受到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喜爱，而包括国内台北著名建筑陶朱影园的栏杆及太阳能系统发电的玻璃，以及刚建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都是采用元璋生产的玻璃。童子伟也受到公司董事长郑文玉和总经理郑焕章的热情欢迎，除了听取简报、参观工厂之外，也了解玻璃产业的发展趋势，作为制定好基隆市未来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并且协助大武仑工业区成功转型，希望为基隆子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元璋玻璃在基隆其实是非常历史悠久，然后非常优秀的一个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就其实就在我们大武仑工业区。那今天非常有荣幸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总经理来特别接待，让我们参访整个玻璃的一些现在最新的脉动。其实我们的产业，你看传统的玻璃产业逐步的升级，到走到今天，有非常大量的建筑物的一些特殊需求，我们元璋玻璃都做得到，其实都是由我们基隆做出去的。那我们刚刚跟郑董大概聊了一下，其实过去你看从传统在我们基隆庙口周边委托行的一个玻璃行，走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加工厂，可以符合世界的需求，也走出世界。所以我们基隆市政府应该有这个责任，让我们的工业区持续的协助工业区持续的转型。那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参访，实际的了解，我想相信未来我们在监督市政跟推动市政上面，可以有更有效的制定一些相关的方针。走过一遍工业区，你才会了解整个产业的脉动，然后我们在制定政策，产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工业区的升级跟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基隆人可以留在在地工作，然后支持我们的在地企业，我想是一个基隆市议会非常重要的责任。今天非常感谢郑董跟郑总特别接待我们，也让我们参观我们整个玻璃的制程跟我们最新然后最科技化的玻璃。元璋玻璃也非常感谢议长童子伟重视在地基隆玻璃产业的发展和趋势，也期盼童子伟能够协助如何增加大武仑工业区以及六堵科技园区的土地拓展，让规划扩厂的厂商业者们能够跟流基隆继续发展，释出更多就业机会，并且协助向中央反映废弃玻璃回收及再处理的问题。那我也是希望说基隆的工业区哦，因为基隆工业区都比较小，那是不是基隆的工业区能够再多做一些土地的发展或土地的增加，让我们在地基隆的产业会一直想希望在基隆在地一直发展下去，我们是不想到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就想跟流基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政府这边可不可以协助我们基隆的产业，因为我们未来也希望在基隆有更多的发展，也希望多支持我们在地的产业。那还有我跟议长报告，我们在循环经济的部分哦，在废玻璃回收，也希望政府能够多支持这一块。未来太阳能玻璃也是会面临到回收的问题。那我们既然是基隆在地产业，我们也希望为整个台湾多尽一份心力，也希望我们自己先做起，把废玻璃回收这一块也能够把它做好，也希望我们基隆在地的政府或那个可以多支持我们做回收这一块，谢谢。元璋玻璃总经理郑焕章进一步表示，他们就是不想离开基隆，想要在基隆持续发展，但是在找适当的土地继续扩厂建厂的问题上，确实遇到瓶颈。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